你说你一直都那么拼命，那么努力的想留下来，到底为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最开始来到京城，是因为我母亲觉得我太累了。 他想让我有一份不那么风吹日晒的工作。我留在这里，也是不想让他失望。来进了公司以后，是因为我不想面对自己的一事无成。 我不想这辈子都被人冷嘲热讽的，受别人的轻视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如果我足够努力的话，我的人生会不会多一丝能出现转机的机会？其实这样我就挺满足了。当然现在就更简单了。我想留下来，就是想能和你们一起工作，这样我就很满足了。